我的姑姑中到腐化了、欸，这个直接采收好不好？说不定腐化的有没有看起来？这很像看起来要冒出蘑菇精灵了，有没有？很像要冒出蘑菇精灵了。没有。哎、欸，太让我失望了吧？我以为他要冒蘑菇精灵出来了，害我很开心。既然种不出蘑菇精灵，我自己让它长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包子让它长蘑菇精灵。哎呦哎呦，这样子算种出蘑菇精灵吗？啊，这种偷吃布的方式算吗？哎、欸，有要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没有成就，不算啦。哎、欸，一定要种出来的啦。活泼的作物，我种出活泼的作物了，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啊，哦，它腐化了，会自己变成蘑菇精灵呐、啊。活泼的作物我种出来了，谁来打我？种出来这么可喜可贺的日子。还有人放烟火庆祝我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蘑菇精灵，哦，不是，我以为蘑菇精灵被烧起来了嘞，可喜可贺啦，走开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交错次元魔族生存，目前剩下的进度只剩两个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找不到。一个是我可没有至尊魔戒，差两个戒指，一个是要打木乃伊嘛，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还要再开箱才拿得到，我等一下去找看看咯。另外一个就是杀死木乃伊，有没有泥炭木乃伊？哎、欸，没有了，我把这个农夫任务全做完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个今天第一个目标先去，哎、欸，我的蘑菇精灵都在这边，你浓我浓。我今天先去那个到处开箱子打箱子，因为有一个戒指要经由开箱打箱子才拿得到嘛。我今天先做这件事情，等到我真的开完箱子拿到那个戒指之后再说好了。这个就有可能会出戒指，对不对？戒指，戒指，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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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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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面有一个小神殿，来啦！小神殿直接跳过去，暴力屈服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挖挖箱来了，我又来开箱了，来，强制挖爆，跳走。这里有两个哎、欸，哎咻哎咻，挖掉。哦，挖爆了，挖爆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那我可以安心的开箱了哈，那个拿着。等等等等，哎呦哎呀，水蛭吸到我了！什么恶心的东西啊！哎，结果我发现这个箱子开过，居然没有拿走哎、欸，这个箱子。看一下另外一边的有没有？哎，也没有，都烂东西，烂东西。我怎么觉得我这一张地图能开的，好像都开的差不多了、欸？难不成要去另外一张地图寻找了吗？把这一张收起来，换一张。这一张小神殿，小神殿，哎咻，哎，挖爆，开箱，探险家的帽子，啥？这种没录用的东西。旁边还有一个，哎咻，不要放弃，一定会有。这是什么禁忌的果实？啊？哎，等等等，怎么突然变这么黑？这个禁忌的果实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治疗你所受的腐蚀，禁忌之果！哎呦呦，诅咒即将降下禁忌之果，什么鬼？哎哎哎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！哎呀，这是腐化了，这个腐化的东西是什么？感觉好恶心哦！我骑上我们的究极，哎，等下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什么都看不到了，这样会死，这样会死。哎、欸，禁忌之果，等一下丢出闪光石，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。
我吃了一个禁忌之果，大家都俩拱了。哦，没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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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哦，好转了，好转了。哦呦，哦呦，我躲在这个大树的角落，哎，打断了啦。哎，他要升天了。升天怎么了？有什么好升天的？过来打架哦。哎，秋风知道了啦，没事，不要乱吃禁忌之果啦。你看这个。这个不知道在干嘛，莫名的连结有没有？哦，这个是被我控制的吗？哎，那个应该是我戒指控制它的感觉。我还以为出了什么怪事哎。秋风戴着探险家的帽子，感觉好丑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不能再看了，不能再看了。哎，我在看我的妆，你在这边偷打我，去死！哎咻哎咻，又找到了又找到了！哇，这里很多哎，我发现很多哎，等一下，深陷泥沼的唱片，拿到一个不一样的唱片呢。秋风来到第三张地图了，前面好像有一个堡垒城堡，这个也会有。我不要去开小神庙了，直接来闯大城堡。为了一个戒指，什么鬼啦？为了戒指，这不合逻辑吧？究极，你在这边等我，我就要过去喽，来喽。直接突破城堡，箱子里面有没有？音差而已，没有，可惜哎，怎么又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没有，只有寻路之谷和那个沼泽怪杀手而已。这个也不是，怎么什么都不是啊？到底在哪里啊？我总赶快走过去，就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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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我咻，哇，挖掉，哦，这个有没有？也没有。都没有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嘞？这不合逻辑啊！应该要有才对啊！应该要有。天台上的箱子有没有？不要再来撞我了！不要再来撞我了！天台的迷之唱片。哎呦哎呦，又拿到一个神奇唱片了！我不是要神奇唱片啊，我要这个干嘛？迷之唱片。我是来拿戒指的，戒指戒指戒指。戒指，戒指都没有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嘞？走开啦，戒指，戒指，走开啦你们！戒指，戒指啊，没有。最后上面这里有没有？走开，走开你们，走开！挖爆你的生怪箱！哎，等等等等，走！挖爆你的生怪箱，生不让你生。啊，我有过一次经验之后，哎、欸，又是禁忌之果，没有，哇，这里可以走了，挑战完了，不知道进来城堡里干嘛的，竟然这么多箱子都没有，秋风难过都没有，那我来这里干嘛的？啊，来干嘛的？都没有，已经第三张地图了。好了，没有也没办法啊！不要再鬼吼鬼叫了，直接去走了。不要再鬼吼鬼叫了，前面应该会有机会。这里应该会有吧？第三张地图了，拜托你给我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！腾云，等一下啦，腾云之戒，有你耶！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！腾云之戒，来来来来，带上带上带上！腾云之戒装备哦，按空白键启动，让你身轻如燕。身轻如燕，什么东西啊？先把一个契约之剑拿下来，然后带上腾云之戒。我要看一下我会怎么身轻如燕。哎呦，飘起来了、欸！哦呦，看一下看一下，
哇，藤原佳吾哎，太帅了吧！哎呦，哎呦，好酷哦！我藤原佳吾了，我可以飞嘞！哎呦，这个戒指好威哦，这个戒指好像有点厉害。那我要怎么下去？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好了，拿到就好，回家了啦，回到我们的那个出生点，要开始打最终 boss 了。回到家咯，要出发去打 boss 之前，应该要先准备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衣服感觉快要不行了、欸，感觉弱弱的，快要不行了。嗯，好，那个帽子也要再做回来。来修装备，修修修，这些全部都要修好，然后再做一顶新的帽子。新的帽子要不要附那个啊？附上那个什么水晶水元素，把帽子附上水元素宝石，这样子我就是全套都是水元素哎、欸，全套都是水元素。我是有多爱水元素啊，其实只是因为水元素比较多而已啊，不是有多爱好不好。好了，全套都修好了，我们要去打架咯。有屠城光洁如新，好好好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我们要去打架了。木乃伊我们来了。欸，我现在才发现用戒指在天空中飘会降低经验欸，会降低经验欸。哎呦，走开！我不飘了，我不飘了，我的经验很宝贵，好不好？不飘了。那个，把木乃伊诱饵丢在地上，就会出木乃伊了，好不好？我先把这边擦亮一点，木乃伊要出来了。上吧，木乃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被我吸回来了，瞎毁啦，什么烂东西啦？先拔掉一下，取下来。竟然被我吸回来了，上吧木乃伊，恐怖的木乃伊来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个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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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呦哦，还伴随着小怪哎、欸，哎呦，他躲在这里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哎、欸，我好像有点强，我好像有点强，他有很强吗？他有很强吗？哦哦哦！他要召唤小怪了！哇哇！召唤小怪，走开！哦咻！哎、欸，在水里面打好像蛮好用的，我先把它打远一点，这样我才有时间吃东西。哎哎哎！打你！我先把小怪打死。哇，他的小怪好像会一直招哎、欸，好像打小怪没有用，我直接砍他好了。打小怪好像没有用。哎呦，刚才被咬住了，咬住了，咬住了，他还啃我，他还啃我，啃什么？啃什么？啃什么？喂，按住 shift 冲，冲！哦呦，哦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一半了，一半了，一半了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现在只有发现，只有沉在水里的时候，他才不会咬，不会那个，不会一直咬住我、欸，哎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所以。在水面上打好像没有不好哎、欸，我冲，哇哇，冲到了，冲到了，冲到了，剩一半了，剩一半了，看来很顺利嘛，哦呦哦呦，很顺利，很顺利，很顺利的吃东西，不要不要这么快打完，我们交错次元就要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很感动，很感动。欸、都还没打赢就在庆祝了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他狂了，狂了，狂了！我冲！哦呦哦，冲！我咻！嘿嘿嘿！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啊！不要叫不要叫不要叫 ！Yes yes， 你死定了！喝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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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问题啦！啊呵啊呵啊！我可没有自尊魔戒！呵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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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一把是什么魔戒？我看一下，护元之戒，让你召唤地下援军呢、欸。
好像很强哎、欸。按 R 召唤救兵，地下援军在哪里？有什么事情吗？看一下啊，地下援军，地下援军呢？哎呦，有来了，有来了，地下援军来了，一个小手手在这，这就是所谓的地下援军哦。哇，冒回去了，瞎毁了。那个不管他有没有地下援军啦，我们打赢了啦！是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真的都打完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全部都完成了、欸，我努力了这么久，一个一个，我可没有至尊魔戒，都被我挖到了！哇哇哇！那个沼泽，这个什么沼泽勇士，打完了打完了，你死定了！还有那个药学炼药大师，我还是炼药大师，我还是沼泽工匠，我全部都完成了啦，各位！谢谢大家长期收看《交错次元》，我们以后再会，拜拜。